欢迎来到新十一站，我是 Coco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主题是中年男人如何保养身体。人到中年就会开始考虑一些养生的问题，不再像年轻的时候无所顾忌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而是为了以后的身体做一些养生的事情。所以，中年男人该如何养生呢？第一点是少应酬、少交际。男人在外面打拼事业，少不了要出去应酬和交际，那就是少不了要喝酒和熬夜了，做一些不够养生的事情。所以，想要养生，就是要少一些应酬和交际吧，多吃吃家里的饭菜。拒绝大鱼大肉。第二点是忌抽烟和喝酒。当然，有时候工作场合避免不了要喝酒的话，也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在家里的时候，一定要让家里人忌烟忌酒了，因为对身体是真的不好的。所以，如果想要一个好的身体的话，远离烟和酒。第三是锻炼身体，锻炼身体是保养好身体的一个必不少可少的一个项目，找一个适合自己的项目，比如说跑步啊、健身啊等等。第四是不能熬夜了，年轻的时候觉得熬夜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，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可是上了年纪之后，熬夜真的会使第二天头疼眼花的，精神不济，所以我们上了年纪的，还是不要熬夜的好。但是睡着，要养好身体。第五点是定期检查身体了。有时候即使我们觉得自己很健康，但是实际上身体怎么样呢？我们也是不知道的。所以要养成定期检查身体的一个好习惯，根据正常的一个检查结果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订阅加点赞分享。